我们今天打印了一块华夫饼干。清晨从一碗面开始，可以猜猜看正在打印的这个部件是什么？它位于房子的正中间。我们现场有两台机械臂，各自在同时打印着不同的部件。这是另一台机械臂，我的同事打印的一段台阶，而我这台机械臂打印的将来会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，现在墙只打了一半。这个角度好像华夫饼。我们今天还给机械臂加高了一个底座，这样才能打到更高处的墙。收工了，我们回到场地旁边当地的老爷爷家吃饭。从他家的露天厨房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场地，还有如画的风景。接下来我会持续更新我们的进展，欢迎大家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